龙美啊，听说你那个走路比较方便了是吗？啊，之前是怎样呢？之前就是走楼梯要一步一步的蹬啊，这样一步一步啊。啊，那我现在可以这样蹬着上去啊。哦，那你吃多久了？你是吃什么东西？5个月。哦，五个月哈。嗯，那你是就这些。啊，哦，好。嗯，支撑浴哦，保维是西域啊，然后钙片，然后这进阶能。哎，还，啊，有什么心情感受呢？减了3公斤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有咯，太好了。嗯，我妈妈都会说，你这阵子瘦了。哦，你妈妈也看得出来啊。哦，很开心哈，啊，一天也没有花很多钱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对呀。太好了，可以了，好，谢谢。